再换个姿势啊，再坚持一下啊。嗯，你这样行不行啊？哎，对，再来两个，快！那稍微帮你修了一下图，看行不行啊？稍微修一下都这样，那大修还得了？你这修图技术也太好了吧！不足挂齿，不足挂齿，毕竟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嘛。是说粉丝的健身网红果然就是不一样。哎，你不也是健身网红吗？你平时不修图？哎，我就是不会修图啊。不过还好，我的粉丝们都说喜欢我这种真实的样子。哎，所以说啊，你要学的还有很多。你说你不会修图，但是会换脸是吧？哎，这不是那健身网红马少壮和小胖吗？不是，你认错人了。不可能认错，有种你们下一个试试。笑啊！还说不是你们，笑得这么猥琐，化成为我的日食。哦，原来你们身材这么辣，快跑啊！大家快过来看啊，健身网红成什么啦？快走啦，快走啦！楚哥，终于我们真的跑不掉了。这一路走来，你知道我拼了多少毒，我身上涂了多少油吗？我自己帮你顶着，我不是被你傻，我在他们卖个够。不行，要命也是我顶，再怎么说我还有六块腹肌。楚哥，你醒醒啊，你是不是修图修傻啊？你根本没有腹肌。今天我们两个的账号我总要注销一个，出来修图迟早要还的。我只要你记住，曾经有个前途后效，我会攻击的健身模特。